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杰尼特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请关注我。打开四个女人的早餐，然后有多一份。大头，我刚刚等他来。我吃了米粉，嗯，我是吃的米，我是吃的米粉好吃。吃吃吃。蒸饭你知道要米啊，因为我们家。那有两种的，有一个辣，一个没有辣。看刚才那个照片是没有辣的，照片没有辣的。想吃辣，比较辣一点的米粉。天哪，没有辣的不好吃。可是它的米粉很好吃，因为 Q Q 这样子，嗯，有点像冬粉哦。没有辣，冬粉它也是这样子。冬粉它 Q Q 的。对，是 Q Q。什么？哦，大大点。哎，换个地方哎，他搬不了。你叫什么叫？也是阿姨，跟这个一样啊。鸡肉啊。说错没？可以单点还有他上来吗？错回去了，好像是阿姨的 pasta 错回去了，做错了。所以阿姨叫 pasta 吗？嗯，阿姨叫 pasta， 可能做错了，可能是做的那种。奇葩，辣米粉。嗯，还有这个羊粉，这个姐啊，鸡扒什么？鸡扒什么？意大利面。哎，你跟阿姨的不一样哦。我的是套装那种的，套装。也是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啊。我是 set 的。哦，有 set 的哈，阿姨也不是 set 的啊，一起拍啊。阿姨，你要水？水拿掉去。对了，你要问那个顾客还有什么颜色吗？还有其他什么颜色吗？就拍到这里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下个视频见哦，拜拜。